我们谢谢李志恒李老师，以及我们的伴奏，他们的朗诵张景以及木棉花合唱团，非常优美的感觉。大家有没有感觉到闻到那种梅花扑鼻香的呢？我们休息一会会呢，待会在10分钟之后继续再回到我们的现场来，待会呢继续由我们的木棉花合唱团继续为大家演唱。